交个刀，交个刀。他流口水了，他走了。哎 ，Simon， 回来，回来。他回去睡觉是不是？看他是口渴离开的。我没看到符号哎，我是看到，哎，土沙龙怎么快死了？抓一下他好了。我去抓土沙龙。好。哦呦，是我太夸张了，看到十六小时，啊，我也不惊讶啊。哈哈哈，甩不到我，哈哈，对不起，你出这个作弊，作弊，你作弊，啊，作弊。我现在就沿路踩踩踩。对，对，你现在的任务就是这样。提成啊！等一下，这次怎么来这边呢？可以抓了，他可以抓了，他可以抓了。吃火龙、恐暴龙，你们，哎呦喂呀！好了，好了，吃火龙睡觉了。哎。恐暴龙快死掉！你要不要抓他？赶快，你还有十秒。麻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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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麻不下去啊！不行，麻不下去，不能按。靠！最后用掉。最后一秒的时候把陷阱用掉。不哭不哭不哭，不要难过。才一半，我的调查进度很正常。我跟你讲，如果你没有一个人自己找吃火龙，你可能要找一个小时才能找完。嗯，因为你找的地图不一定有吃火龙啊。哦。二点啦，太难过了。可回报奖金。嗯。哦，对，酱油魔兽世界啊，它有每周任务。啊，我物猎人魔兽世界。物猎人，对不起。我它是每周。就是你找那个火箭队那个女生，第一个就是每周任务。嗯、然后魔猎人有，魔兽世界也有每周任务啊。欸，我看到他有个助导龙眼阿尔法跟贝塔。嗯。是他一个是什么可以上千，一个是有多一个装备技能，这个。啊，都是这样子啊，其中一个会多一个洞，另外就是没有洞，嗯、但是能力会比较好。嗯，有洞的话是可以让你自己选啊。然后你可以把那个装备变客制化。哦，他做一个好贵哦，9000块，做不起。我晚点教你赚钱啊。好，那我先跟着你们跑。白痴哦，点数。晚点会教你两个，一个赚钱，另外是赚那个点数。OK。可以哈。我相信我吸收的呀，弹药，补一下自己的道具，然后啊，我要换成耐毒装，我还是中毒，烦死。然后我穿耐毒装，却一直打恐暴龙。最后还没打死哦，对啊，今天龙之谷还有时装哦，记得有玩的记得领哦。时装？阴阳师时装。今天风之谷登录会送阴阳师改版啊。那我要上去哪？可能是要观海吧。
等关台之后吧。等关台上去拿，还要等它更新呢。应该等酱油的调查集满之后就差不多了。对啊。嗯。刚是单挑火龙被喷。哎、欸，阿贝，你是新买的对不对？我晚点可以也陪你玩啊。什么？单挑火龙被打掉？被秒啊？搞不好是打飞雷龙任务遇到火龙，然后被秒掉。啊！我被丢包啦！好吧，既然被丢包了，我就采集一下喽。什么是丢包啊？因为在地图上有运气，在做鸟的时候被丢在不是目的地上。哦，就是你发现你游戏开始进来的时候，发现不是在营地里面，是在荒郊野外。哦，可是我们都是 PC 版诶、欸。哇，那就没办法跟他连喽。然后另外一位干爹啊，哦，给我玩，但是他是玩 PS4 吧？可是阿贝不要你这个朋友啊。哦，先在家可以吗？加好友不方便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有个会发光的矿。嗨，是黄安啊！我顺便带你走一趟好了，过来过来过来。你在十一吗？对不对？对啊。来来来，繁星叔叔带你走一轮。哎、欸，为什么没看到你啊？在上面啊。哎、哦。哦。哎呦。上来啊！上去上去。等一下要准备教你的路线，先带你走一遍，等一下再走。我这里先捡一下。哎呦。硬皮果实，干嘛干嘛干嘛！哎呦，哎呦，你怎么了？打土沙龙，那恐暴龙又来找我玩啊！你怎么跟那么受他欢迎啊？跟他大便啊！哦，他和你那一位同性相吸。土沙龙在瞬移，我连挖到三个哎、欸！你好猛哦！把你打下去！不要，找不到。走走走，这里。帽子不够长，头晕了。你们打，你们打啊！啊啊！谢谢啦。我要。来来来，这里这里。哎呦，你们打啦！哎呦，妈耶！来，你老兄啊，走开啦！啊哟！啊哟！排骨。那是给的。你说打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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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！好打打打打打打打！你们两个就打一打，再过来。哎不，不要！差点踩死我了。哎呦，去争夺地盘呐、啊！啊，招式停不下。然后走这里。哎呦，要给你打，你走开。你没朋友，走开！你没朋友，好孤单哦。哪有？有晕啦，有晕啦！啊！蓝色能不能挖到那个什么矿、水矿什么的？璀璨水晶哦。不是不是，就是我要做的那个啊，哦、我要做护士那个。这边还有矿。哇，一路滑下来欸。对啊。哎呦，然后这里。恐暴龙你走开啦。哎呦。他爱你啊。不要追这么远的，我都跑两个地图。哦。然后里面是角龙的家啦、哎。如果看到角龙你就不要再不要就不要进来了。很烦，这个有东西挖，有挖、啊。然后我这张地图好像就是这个果实的真子。这里好多果实跟矿啊。对，我刚刚要讲，有一些地图会有一些材料会加倍种。我
我的好像都是硬皮果实加倍、哦、啊。哼，刚没注意。硬皮果实，硬皮果实也好多、啊。好不，没事没事，走走走，去。我再挖一次。啊，哪有？哪有？然后其实我要跟你讲的路线，这边下面也踩一轮之后、啊，上面都升好，就可以再踩一次。哇，可以一直走。对，所以我就在这边花了三个小时在玩这个东西。这个可以抓、啊，这个抓起来，这个抓起来、啊，有点事。这个恐暴龙，你没朋友，你走开。没朋友。你这边挖了没？还没，我那边有个矿，我打去挖，先挖这里。那、啊、这个罐头龙是主动攻击的，你就先打掉吧。哇！错，哎呦！错！哎、欸，怎么自己跌倒啦？哎、欸，我都还没用打完呢、欸。小姐，你射我还是射龙？我想说打完啦，我要收工。我挖他的皮。啊！啊！哇！晕了！还有一只哎、欸！我让它发亮。晕了！它好亮哦，它的头好亮哦，超亮哎、欸！天哪！好，来这边。它那发亮有什么用啊？没用。没用啊！在阴暗处比较好看到它。嗯，这是什么石头？然后这边继续挖矿。出喽！矿好多，因为其实前期缺钱可以把矿卖掉啊。哦，攻略是这么说啦，但我是舍不得卖啊。挖那么久，对啊，挖那么久的东西卖掉，心好痛。璀璨水晶。好，下面的大概就是那一轮了，那上面就是回去继续采香菇，不采香菇啊，采。这边，这边是仙人掌啊！路线这里，我觉得可能有点记不住。没有，它只是一圈而已。我现在走的是反方向啦。嗯，土沙龙是近视哦。怎样？我因为在那边，他讲到头锤撞我，中两次都没撞到。这个蜂蜜，啊，这个大便。回来，可以啊。其实你多跑几次就好了。金原石。还有这里，你捡起来应该有自动变成大密钥吧？大回复密钥之类的。有吗？没有吗？自动调和你、啊？怎么看啊？一般来讲，应该会自动合成啊。要看他有没有设，有些没有设定成自动合成吧。来，我要为你介绍，这边就是起点了，可以去哪里？然后这里有抓痕。哦，抓，来。嗯、啊，以后我在这里。这边就是起点了，这边是我采集的起点啊。你看小地图上有个问号，问号的就是仙人掌。那、啊、你要转去哪里啦？下来啦。六号点。糟了，没地方闪。好，然后就是一路走到那个刚隔壁这个洞，前面那个洞，挖矿跟采蜂蜜，然后出来也有一个仙人掌的点，拿来这，然后就是在然后往地底下挖，就走到地底下，然后挖完那一轮矿，然后就从对面走出来，然后就是想办法走到这边来继续采这边的仙人掌。看着，看着地图。哎、欸，你要飞走、啊、一圈而已啦、欸。好啦，我要去帮他们了。啊，哎、欸，那我继续踩。
哎、欸，我是从这边踩一圈吗？哎、欸，你不要过去，那边有恐暴龙哦。这个有足迹。你可以穿隐身衣装走过去啦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，你继续走过去，你继续走过去。因为那边有做陷阱的材料，叫做雷光虫。那我是不是要先穿隐身衣？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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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会丢大便啊？我不会。你看哦，就装你身上大便对不对？我看一下。投射物那个大便，哦不用了，他刚走了。虫。哦，大便，对，就这个雷光虫。就是做那个地雷用的。我看那边怎么有一个问号啊？等下等下等下，那个就是仙人掌，这个是仙人掌。哎、哦欸，这个有足迹。我顺便带你去十五号隐藏点好了。来来，你先踩。嗯。然后这边这个是第二只雷光虫。第二只雷光虫在这、哎，是上林而已。嗯，好了、哦，来这边。嗯，这里。这个是我第一次玩的时候，第一次在这张地图玩的时候，直接不小心找到这点。啊，好痛！好痛啊！打他怎么中了一下半条啊？上，这是上位的蚊子。被上位蚊子叮了，你看这个叮一下，这个血量。好，你下去，下去这边，下去这边。太厉害了！叮一下，我命都没了。蚊子在你手臂上吸一下，你身体一半的50%的血都吸走了。拿大管的那个针筒有没有？超大管的吸下去。我抓吸。可以直接抓你吗？可以让我抓吗？让我抓两下。哎、欸，食火龙结束。等一下，那我这边打完就没了。嗯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，我先带他去射点。这边，先生，这边比较严重。快点来。啊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你先起来，你先起来，先起来。老阿妈阿妈阿妈来，阿妈这里。等一下，阿妈这里，走到这边来，走到这边来。愚人哈基，你怎么了？有吗？他有没有说什么？他说准备中。好，那就是你要还那个。材料之后就可以回了。嗯，赶快回去采骨牌。走不回去啦、啊。如果这边设了营地，我们要怎么上去啊？哎呦，跳下去再走上去。哦，你把他打死了。因为我的麻痹陷阱上一个不用掉了。好好好。我来挖了，我来采集，我来采集。咦，嗨、欸，你怎么带宠物来了？他宠物啊，带宠物来不对吗？你的宠物有点大只。宠物看得有点可爱，哎、欸，是尸体耶、欸。宠物来吃肉了。我打那个，哈哈哈哈，打他。好好吃哦。宠物打他，哎呀，宠物跑掉了。他吃饱了啦。哎呦！我的药草满了耶，对吧、啊？正常啊，就这样捡一捡。宠物打他！我常常回复药都满的啊。宠物打他！这是不会抓了，按 D， 按 V 啊，按 V， 不能按 V 啊，哎、欸。可以，你稀释那个脱离集会所的那个按，要按 V。再、哦、不听我讲话啊！我刚刚想说，我按着啊，可恶，好，宝荣誉哎，通通是我的，我什么都没有，我都没有看直接领，我才、就是、抽奖刮刮乐，刮完之后连看有没有中奖都没看到就丢掉了，享受刮的过程，有没有中奖不重要，对他刮完之后看都不看，直接扔旁边。可回报成奖金，我要去找他们。嗨，是你吗？嗯。植物研究家，什么是使用肥料？哦，我在种东西啊、哦。你可以种了。我要种什么呀？前面缺什么？就药草啊。有没有蜂蜜啊？有蜂蜜啊。
可以的话就种蜂蜜啊。还有苦虫。我看一下，你现在能种的是就种蜂蜜吧，种蜂蜜啊。药草比较好采，好采。然后使用肥料，要使用肥料。啊你啊，肥料是增加它的那个啊种的速度吧。我那个要慢慢长。现在慢慢长就好，要不要多花那个吧？然后你看到你右边不是有一排吗？你后面任务都解完的话，会有三排。嗯。你是说那个种植料？嗯。哎，我上面怎么会有？好了。团子雅思去睡觉了啦，我也差不多关了啦，我先关好了。啊我先让我摸着去睡觉啊。好，我这边差不多了。好，那我也到这边啦，就到这边啦。好，感谢各位收看喽。好，好。好啦，既然他们都要关啦，那我也关啦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。明天 UHC 我不一定会参加，因为，我要去吃饭。哎、欸、啊，只是他们说是五点吃到七点啊，如果顺利的话我就参加，如果不顺利的话我就 pass。好啦，感谢今天收看啦，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，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啦，那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，拜啦拜啦。